各位听友好，新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被视为是习近平与王岐山下一个瞄准的打击对象。最新一期的《中国密报》杂志披露了李元朝从党内黑马到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的过程和可能遭遇。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来介绍这期杂志关于李元朝的重头文章。柯女士您好。艾娃您好。这个中国密报为什么推断下一个处境危险的高官是李元朝呢？因为亿万富翁许明的死亡给薄熙来案画上句号，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让周永康案接近尾声，徐才厚和郭伯雄在解放军中的朋党势力已经基本消失，另计划的无期徒刑呢，等于给了另计划案画上了休止符。那另计划团伙中的另一位头号人物是李元朝，因此中国密报认为下一个地位不保的官员很可能就是李元朝。李元朝是如何成为另计划团伙的一员呢？李元朝一直将李克强视为竞争对手，两人同在1983年年底进入团中央书记处，当时李元朝是团中央的第四把手，担任候补书记的李克强还排在他的后面，但李克强却一步步超越李元朝，爬到如今总理的位置。另一方面，李元朝跟另计划早有私交，多年来两人往来密切。李元朝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之后，因为掌管组织人事，更受到了另计划的重视。在想要更上一层楼，加上另计划的看重的原因下呢，都让李元朝最终决定参与周永康另计划秘密推翻习近平的计划，目标呢最终要与另计划搭档，形成另离体制。习近平为什么需要收拾李元朝？习近平、王岐山联手主导的反腐，越来越多显示是针对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因为刚刚讲的理由，李元朝与另计划被认为是这个野心家和阴谋家集团的核心人物。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要为十九大布局。李元朝2007年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直做到了2012年召开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的时候。那中组部呢，是中共高层人事布局的重要机构，这一点成了习近平要清洗李元朝的关键。习近平将中组部拿在手，也是十九大人事大布局的一个部分。现在有什么迹象显示李元朝的处境艰难呢？民进有报报道说，李元朝大秘书被抓，这位赵姓大秘书从李元朝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期间就跟随他。在隔日呢，民进有报引述消息来源说，李元朝的司机以及司机的妻子都被带走接受调查，李元朝的政治根据地江苏的最后一个堡垒也丢失了。那团派四大金刚之一、前江苏省省委书记，也是李元朝的头号亲信罗志军，被来自浙江的习近平嫡系李强取代。还有谣传已久是李元朝情妇、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杨化也被带走调查。这些事件呢，都让外界认为李元朝的处境不妙，仕途末日越来越近了。李元朝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调查呢？虽然刚刚提到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越来越多是针对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但在法律上，习王呢会对政敌以腐败罪名的名义呢来惩罚。中国密报说，李元朝的七弟高权健在商场上的作为，正好给政敌打击李元朝提供了炮弹。李元朝目前被查涉嫌一笔3亿元人民币的贿赂案，出面接受这笔巨款的是高权健，为的是给国企和江苏干部上尉提供便利。
高承建大学毕业以后，靠着李家和高家的关系，仕途一帆风顺，后来在商场上赚了不少钱。另外有消息指出，北大方正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友给令计划妻儿在日本京都买的两套豪宅，其中一栋在2013年左右转给李元朝儿子李海静与高承建。民进邮报获悉，高承建已经从海外回到中国协助调查。历来呢，外界判断中共官员是否出事的方法之一呢，就是查看他是否还有公开的行程。李元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虽然一直到七月底都还有李元朝公开露面的消息，但中国密报写道，从中组部清洗、江苏反腐，再到秘书圈肃贪，最后是司机、家人和传说中的情妇都遭殃。这就是希望对付政敌李元朝的蚕食策略。不难想象，现在李元朝是在什么样的高压下生存着。好，谢谢柯女士，再感谢 KSOF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Thank you.